这里就是张家界著名景点之一神明聚会。都说张家界山顶有神仙，对面山顶就是神仙居住的空中田园，那里生活着世世代代在山顶耕作生息的土家族老百姓。各位来宾，电梯即将到站，感谢您乘坐板楼电梯。同时还要提醒大家，森林特级防火区请勿吸烟。